这样子重复了。是早餐吃鸡块、欸、啊？早一高。早餐吃鸡块、欸。啊？还是没有他。目的地吗？早餐吃鸡块、欸。不是，我是说你刚才说儿子要去哪里，我只是问这个。我刚才说我要去淡水，他说他不要去。早餐吃鸡块、欸。